也有听讲是有免费物流啦，如果你每次有 minimum spend 500以上。我是 Janice， 然后我们是想要做一个 F&B 营业啦，就是茶餐室那样，但是是想要打破一些传统观念的。因为通常传统茶餐室的话呢，他们都是需要自己去到处找不一样的 supplier， 所以主要这次是通过 Facebook 来了解到这间公司，然后买到这里的话就发现，他们是一站式服务了，就有一些 ingredients 机器啊，所有服务都会有准备好给你，这样我们作为店主的话就不用这样麻烦了，到处去找。然后也有听讲是有免费物流啦，如果你每次有 minimum spend 500以上，你就可以得到他们的免费物流酱。然后今天来到这边 demo 的话，其实是他们的 recipe 是蛮好喝也很方便，就是你会你的工人的话，你不会有一些繁琐的一些步骤，你可以直接跟着他们提供 recipe 就可以做出一些水的。我觉得在很多方面他们都会解释到很 detail， 然后也会回答到我们的问题啦，因为我们作为老板的话会有比较多问题，因为我们也不熟悉，所以基本上有什么问题我们问的话他们都很专业的能够回答到，所以如果你们有兴趣的话就可以联系他们。因为我们来之前是有 prepare 一些大概的 series 要做什么样的产品啦，所以来到基本上他们的所有的产品都很完善，所以基本上你想找的东西呢你都可以在找到。Thank you, Golden Choice。听到顾客对我们 Golden Choice 的评价了吗？我们在2001年开始，已经帮助超过19000家餐饮业，还拥有1600种产品让你选择。我们协助你提升 menu， 提高营业额，提供冲泡 SOP， 让你轻轻松松冲泡饮料。老板，你还在等什么呢？赶快 PM 我们来了解详情吧。